8点10分才能进场。OK。太早来了啦，没有人集合了。观音，最高的千手观音。金氏世界纪录在2019年颁布的。先来十元。假日才有开放。来，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。阿伯哟，好来。你是不是这样？你要按了嘛？要怎样？哦，我要发工了。您临港来是想我家己骑机车，不是开车啦，不是骑机车，开车啦，嘿。关渡宫、妈祖庙。哎，那个是不是那个的鸽子？应该是的，应该的。石头啊，哈，是鸽子，那个洞。关渡桥。
鸽子很动。饭店3:50他去探索那个密道。前天总统、副总统还来圆山饭店，所以现在的外宾还有很多住这里。你说啊？搁坐伫副官呢？有上过洗手间的哈。有。那今天呢？我是今天呢为各位贵宾哈，然后来登记工哈，新奇啊哈，技术男哈。我的老家在龙井。从这里搭车回来，在这个地方呢，你会看到个圆山联谊会，这就是以前台湾神宫的地方。来，请这边来，现在都没有声控的。但是呢，那通常呢，它的那个通关密语在哪里呢？你，然后再给你，来给你们旁边有扶手。67公尺而已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啊，那个就回去，回去吧。
住这边。有。好，来，等一下跟你们说晚上有好玩的。来来，我们来那个贵宾来，我们现在我先往这边哈。好，对。那我们先让他们拍照，我们等一下过去拍哈。来，贵宾，我们先在这里。如果你们今天晚上住在这个地方，晚上六点你们吃饱饭的时候，阿淼哥得再看。晚上啊，在我们密道要进来的刚刚的地下一楼哈，我们在那边介绍那个路线的那个地方哈，旁边有个叫密道酒吧，你们可以去那边哈，买一个小酒，他也会放你下来。今天晚上会有灯光，很漂亮哈。啊，也是，我是说嘛，暗节困没困难哈，你们相关的细节跟我们酒吧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可以到哪里去？有经过脚板山吗？桃园脚板山，是不是有脚板山行程？对对。他们搭了水上飞机之后呢，就到脚板山，那是脚板山的上面，就是石门水库的上游，所以呢，水上飞机可以在那边停放。啊，就是上游水上飞机有停放战备道呢，就往脚板山那边去，那边还有绿道，通往一个临时的作战指挥中心。中央广播电台现在对大陆广播，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呢，就防盗墙很大胆，这叫防盗墙哈。那所以呢，当我们贵宾从里面进来，不会这个门一开，就跟面对的那个外面的敌人就面对面，因为要直球对决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有一个弯的地方哈，有个掩蔽的功能哈，看靠看哈，看对不对？看看外面有没有敌人嘛哈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是自由的选哈。来，那这个月亮派大家尽量往我们的右边，尽量往右边。来，要拍这个景哈，一定要蹲下去，把这个景。圆山的侧面。时间往上来了，你呢？先苦后乐。二小姐故居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哈杀到别人，对狼照啦。啊，对板团的对狼照，在这个地方先稍微事先哈，就是帮您的领队小姐呼吁一下。等一下，我们车子好回到您站在下车，一定要把你们的黄色的机子发挥给你们的美丽大方的领队小姐，好不好？一定要还。对对，好了，是不是上来啦？好，来，红花小姐，我先介绍一下，红花小姐呢。长得这个样子，他有一个特别，像男生，像男生，他不是穿西装，就是穿长袍马褂来。这是呢，这个是他的照片，你看到他穿得很硬，所以是高级的家具都会找他。要像这么大的、这么厚的，那就当然要更贵了。那这上面刻了一个故事，你会看到上面，有一些兵，对。有一些就在古代的兵士，有没有阿兵？古代的那些战士士兵哈，他刻的上面写的是“长山赵子龙，九珠梁救阿道”，还听对吧？赵子龙救阿道，哇，七进当美军。这两张照片就是给他们的各位官员看的，他跟小妹妹画的。
壁炉上面呢有一个时钟，啊，时钟旁边是有花木，那为什么会这样摆设呢？因为他们取一个吉祥的一个，我们叫做钟声吉祥鸟，钟啊，钟声吉祥鸟，这个就是那个。好，继续下一个。对对对，我们 就跟那个什么，跟御用的理发师用到同一位，对不对？是。来，那个接下来的第一个，是我们第一代的那个我们宴会厅所用的餐具，是你看得出来什么材质？那最靠我们外面客厅后面的那个呢，是日本的古瓷，好，红豆松糕，哇，好棒啊、哦，还可以吗？还可以的哈，这个红豆松糕可以吗？事情都非常要求的人的、所以他们那个记账的人都非常漂亮，效果相当有效果啊，不是一般人，没有，他从小就很喜欢枪，他的上也可以开。然后呢，这把枪呢是他的猎枪，用来做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他在这边当，他的老员工都退休啦。直到前几年我们开始要整理孔文小姐故居的时候，他请他的儿子，这样又是一个中西合璧哈，来请。哎，刚好你在这边，帮我看一下，咖啡一百，咖啡二百五，一百五，好来，两百五，星巴克咖啡是不是一百八、一百五？不贵啊，可是当时很贵啊，当时贵一百五，对啊，天价，当时，对啊，你知道吗？当时候我们一个月平均的薪水也差不多才1000多块而已。当然后就接待各国的贵宾嘛，还有一些政要人士，甚至商业界人士。来，现在烤一个热的，还有没有？有上面有一个盘子，里面有六个凹下去的，有没有？正中间的盘子是不是有一个六个凹下去的？它是一道菜的东西。法国最有名的叫田螺啊，对，法式田螺的，法式田螺的。好，现在烤一个中间的烟灰缸，大家知道对不对？烟灰缸旁边有两个小小的，请问那是什么？小小的打火机。啊，服务铃、打火机，还有呢？第一个，服务人员怕送错菜，所以呢，就把名片放在上面，他就知道。跟蒋夫人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蒋夫人是个粉红控哎，你们知道？他们很多地方都是手工，他们是怎么把整个山坡挖开，然后呢，用钢筋、水泥、白洋灰。拱起来，然后弄好以后呢，就把那个外面的土再回掩，这个叫明挖，明挖的方式哈。好，来，这是不是我们刚刚走过的？还有人说，通到机场顺便带着黄金金块可以金。上来都没有在卖，是要带什么？然后最好带。从饭店到上面大概25分钟到30分钟，不止那么多。周公兴黎作乐。红地毯，贵宾厅。有啊，一个。像那个什么，那个蜡笔小新里面的黄色的。你买通道站。哦，对啊，一个。招财进宝。我给你后面，感谢嘞。万寿无疆。等一下。二楼往下，红地毯，金光闪闪。圆山大饭店60宝石啊。谈谈，一时路边不免胆寒，哪通失去希望，每日醉茫茫，无魂有体，亲像稻草人。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，有时起。
到建潭站7:54，再来去士林夜市。全球，对，就是士林夜市。下公路，101高速公路。刚才去逛士林夜市，来回1小时。夜景现在。晚上8:36，101只认识101，其他的不认识。基隆人。现在时间8:40。后面是101的，后面是101到，还有基隆河。高速公路这一边的风景很好看。